在中国，有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，名亘千年，生生不息。他就是愚公。在中国，有一面矢志不移的旗帜，肝胆相照，众志成城。他就是愚公精神。在中国，有一个农用工程机械第一品牌，求实奉献，产业报国。他就是愚公机械。愚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以上海同济大学为技术合作单位，集科研开发、生产销售、现代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致力于小型农用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及挖掘机国产化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，肩负着为中国乃至全球产业发展推出高性价比工业产品的光荣使命。在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宋峰先生的带领下，已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和团队，凭借专业服务和不断创新的理念，在业界树立优质品牌的同时，实现着全球化的视野和格局。公司坐落于一座因泉水腾涌而传承兴盛的美丽城市滕州，这里曾诞生了墨子、鲁班等灿若繁星的古哲先贤，引领七千年的后古文明从这里走向世界。人为本，德为先，责任感，感恩心，在创新中赢得机遇、赢得发展的愚公人，与时俱进，锐意进取，融合本土和国际化人才，打造机械产业园，成长为新时期愚公精神的践行者。愚公机械注册资本金1.2亿元，现有员工900余人，其中博士、硕士、本科生及各类技术人员460人，拥有自营进出口权，在韩国拥有核心零部件工厂及研发团队，自主知识产权12项，建立并通过了 ISO 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、 ISO 14001环境认证，在产品研发及管理方面全部采用 CAD 和 ERP 系统，主要生产小型轮式、履带式挖掘机系列、起重机械系列、装载机系列及施工专用机械等4大类40余个规格品种。愚公机械产业园规划面积30多万平方米，21万平方米的主机装配区采用欧洲共同体设计方案，1期4万平方米生产车间已投入生产，2期8万平方米车间正在建设中。整个项目建设投产后，年产能达到20000余台，产值20亿元，利税2亿元。秉承诚实守信、务实创新、科学发展、坚持不懈的企业精神，做到日有设想、周有变化、月有创新、年有突破，服务社会、造福大众，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点、形象店和特约服务站，以优异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为1000万用户带来了成功和富裕，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，营销及服务网络160余个，部分产品出口到非洲、南美洲、中东、中亚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。愚公成就得到了业界首肯的同时，也凝聚着各级各界领导的深切关怀与大力支持。
助推着企业强劲发展。业绩骄人的愚公机械先后荣获中国农用工程机械第一品牌、全国农机行业优秀服务单位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山东省著名商标、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、山东省首合同重信用企业、山东省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，在国家科技部、农业部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、共青团举办的以创新改变世界、创业成就梦想为主题的全国首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，荣获决赛第二名的佳绩，为员工搭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，为民族创建一个具有百年发展力的世界品牌。愚公在大踏步迈进的同时，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，捐资助教、抗震救灾，协办十一届全运会，协办欢乐中国行、中华情大型文艺演出，赞助拍摄在中央一套、八套热播的电视剧《女人的村庄》《火红的日子》《愚公杯》全市首届歌咏大赛等系列活动，塑造了一个企业公民的良好形象。高铁峰，滕州行，一座因九省通衢而融通古今的热土，正向着光荣与梦想不断奋进。未来愚公机械将立足齐鲁，放眼全球，稳步实施为中国乃至全球产业化发展推出高性价比的工业产品，实现创造生活更美好的企业愿景，以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演绎着民族工业的希望和未来，做民族工业，创百年品牌。愚公机械与您共同见证中国成就。谈起来不是笑谈。